接着呢，我们会倒数321之后，有请我们市长、董事长以及我们的总经理一起将这个手把往前推，推到底，也代表今哦，我们往前推即可，代表今天的启动仪式即将要来正式的启动了。好，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倒数321好吗？准备了，3、2、1，请启动！阿桃、元哥、彩绘列车正式启动！桃园机场捷运要带领大家直达美好，欢迎各位，记得我们明天7月3号来到我们的桃园捷运进行搭乘，你会看到我们非常俏皮可爱的车厢，要来跟大家做见。